扭扭扭扭，但商机崛起，许多逛街景点都能看见，民众一个接着一个扭不停。没想到扭蛋如今也被诈团盯上，扭蛋机台哈，但现在却有诈骗集团推出扭蛋家庭代工，诱骗学生打工。脸书广告装五颗扭蛋80元，寻找扭蛋包装员只是噱头。加入赖群组后，强调不违法，但会告诉你兼职缺没了，可以尝试别的工作，小心可能有诈。还有这种敲敲键盘，每个字2.5元的工作，真的这么简单吗？网络上也有不少这种成人打字员的广告，看似工作简单，内容单纯，但也要小心，很有可能也是诈骗集团的陷阱。那想赚钱，然后与朋友介绍，你一次可能会有几千块，2000到3000、4000块不等的报酬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它其实是一笔蛮可观的金额。小时候误入歧途，沦为诈骗帮凶，网络上兼职打工琳琅满目，得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因为里面可是话中有话。像是兔卡指的是车手提款， PK 则是向被害人收钱诈财，小蜜蜂代表面交时的把风人员，最后这个飞机图案其实是要使用 Telegram 联系，躲避警方追查。北市警局就近3年大概查获的少年犯罪在诈欺金超越窃盗跟伤害大概2成多啦，未成年的话，所以家长也会有事赔偿责任。为了诱惑未成年加入，诈团开出日薪破万元的待遇，尤其现在暑假来临，许多学生上网找工作，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诈团吸收，成为诈团的代罪羔羊。三立新闻王一轩、许昌云台北采访报道。